倒数计时，11:59，剩下几秒钟，要来进入到12点呢？这球内野的反弹球，要来输入啊！一垒手。一垒手出来就完全没有机会了。是，哇！一垒这边直接闹空城。导播，雷达回波图，导播这边真的很有创意，直接把这个画面给放上去。那这个雨势过大的一个关系，现在不是补土的问题了，我是要把帆布给铺出来了。这个球主审没有动，那现在垒包上面因为是满员的情况之下，四外球保送，中信兄弟攻下了超前分。倒数计时，11:59，剩下几秒钟，要来进入到12点呢？已经度过了那个想睡觉的时间了。对，主审这球拉了一下，刘彦青。最终是完成了再见三振，也最终结束了这场比赛。这场的比赛啊，打到了凌晨12点啊，跟着1:03，哇，最终呢结束了这场的赛事。